忘记好我们的 IG 地名。那今天是我们在槟城的第一天，那今天我们来不同饭店，所以也要来看一下早餐是什么样子。那这边有不同的香肠，还有这个鸡肉火腿，这里边是还是那种肉酱的，还有这个煮豆腐、奶油鱼吗？好马铃薯。香肠还有薯饼，然后我还拿了两个荷包蛋。好的，那吃完饭后我们就来到这个 Escape 水上乐园。那这一边刚刚后面看到的是儿童游乐区。